我即摆要甲你问下哦，你上佳好是老老实实甲我回答。嗯，若互我知你有半句欺骗，我来就好啦，即个我袂听啦，我袂听啦。你讲，我问你咧，你甲我美金哦出枪几摆？讲啊，阿妈，等你啦，是要怎讲啦？半年了，骗笑一摆啊！你骗我咧唔捌咧哈！那参像恁这种哦无正经的查甫人吼，有一摆吼，就会阁继续无正经几落摆啦。真正啦，就是迄届台北宾馆迄届啦。就是迄一摆，就是迄一摆，阮美金的清白就安尼叫伊毁掉啊！你敢知影？因老爸是医生咧。我自细汉到栽培，都是大汉了去嫁大户人家，结果嘞，即嘛白白毁在你的手头，我真正，哎呦，哎呦呀，哎呦呀，你怎么讲？你怎么讲？哈，尊公你有栽条好培啦哈，阮美金哦，卖无嫁你这种人啦。阿妈，我甲群英早就讲好啊，等我考到大学，伊就要介绍我给因爸母认识，阮早晚会结婚的啊。我讲袂出来啊吼，我来说呢，你应该从我去，该从我去，各种人怪我面顶，我黑面成顶了，对无？阿妈，今嘛敢若爱你表示几句啊尔，你半句话都吐袂出来，是啥意思？哎呦，哎呦，莫阁拄我啦！对啦对啦，恁查甫人拢是生做这样的啦，啊，嗯，来咧爱的时阵吼。咱咧汤干蜜甜，甜言蜜语，哈，爱到吼是山明海色，那无爱孙哦，都山明海色啦，对不对？海海色啦，哼，海色啦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美金，阮今仔开始，你袂搁再受这查甫人欺负啊！袂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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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袂使讲，这个袂使讲，太夸张了。啊！你当作我唔知影，你搁去想着吼，你甲文娘的代志对无？眼前的代志哦，紧处理你的啦。哎呦！哎，搞死你啦！我甲你讲哦，从今以后吼，你绝对袂用吼接近阮美金哈。我答应，我答应。我唔答应，无你讲袂分啦。我甲你讲哦，为即马开始，你甲美金的代志吼。去开房间啦！你一字都袂用甲我讲出去，啊那无吼！我答应你，我答应，我啥物拢袂讲，我一字拢袂讲，我就抓，我就抓，我绝对袂讲我去宾馆的代志，我就抓。对无啦，这种查甫人啦，无担当啦哈，当着代志就家己落跑啦哈，袂可靠一啦，安尼就予你看出讲这种查甫人吼真面目啊吼，拢是恁害的啦，安尼甲吓惊，以后伊拢袂来找我啦，拢是你破坏我的感情啦，啊无你是咧哭啥话啊，哈？你是生目睭好歹无看的哦，迄款查甫人哦，就是无担当啦。佮念几句话尔，惊咱强要闪着，这款查甫后摆就是无出脱啦。我看你哦，两三下洗洗啦。我唔管啦，你佮我起行我啦。你这早起咱戆家咧卖白酒啊，是想袂晓哟。这个查甫人哦，根本就是无可靠。我即马是咧替你敬红呢，免你敬啦。你替别人敬的人，有倒一点比穿衣佫较好啊？你啥人拢看袂出声啊？我着甲你讲过。
你若唔敢，阮就准拄煞。你搁甲我一句来一句去啊，哈！你甲查甫人去开房间，我怎袂甲你处罚嘞？我你讲，你即摆马上甲我入去你的房间，阮今仔开始，你不准甲我离开房间一卡步哦。煮嘛免读啊，我看你煮哦是读去卡只片，你去。哈！哎呦，你看咯，看我你给我吓啦！哎呦，我实在气死我了。那你讲哦，饲查某囝别人的，真正无唔对啦。哎呦，我你不对内伤啊我。阿妈，啊你即摆吼，我来感受着讲我的感觉啊啦吼。你以前嘛是安尼啦。啊，我早就甲你讲过啊，美金哦，就爱顾好调啦哈。啊，你都唔听我的话，啊即摆发生代志啊，才伫摆咧气甲噗噗跳，有啥路用？好啦好啦，较早拢我唔对啦。哎母啊，我咧讲哦，我要来顾伊套行啦啦。啊，你美金就甲我顾好呢。会啦会啦，就跟你讲。哎呦，你美金啊吼，真正是无简单，有遗传着你啦。啊，哈少年就敢含查甫人去开房间啊。哎，我即摆是气到根本半小时呢。啊！你搁有迄心情当咧拍蜡凉啊？迄是阮美金的头一摆呢。这拢无要紧啊，即马重点就是讲，你有带伊去病院检查无？啊，伊有心无？啊，若无有心哦，啥代志拢好解决啦，对不对？就是讲伊有注意，啊，若有注意就好啊。我是啊想袂晓呢。啊，恁若遐尼啊简单就放这个查甫囡仔煞，那以你的个性，你应该雄雄家己有一块啊。啊，叫伊回来做小伙啊，对不对？你当作我甘愿哦？哼，那若换作是美玲吼，我一定好好甲卡一下。啊，不过即摆这是美金呢，啊，我若乱落去，美金是咧哪做人啊？看起来美国真疼你美金啊喏。啊，美金嘛是我亲生呢，甲伊捡当个钱敢有共款吼？你美金啊，若知影讲吼？你对伊安尼哦，用心良苦哦，讲实在，伊应该好好啊友好你。我唔免伊知影啦，我只要伊逐天乖乖去遐读册，莫伫咧外口乌白家母，后摆找一个好人嫁，有一个疼惜伊的翁，啊，安尼哦，我就做阿弥陀佛了。